家好，这是我们的微缩太空舱 V9， 长 11.5 米，宽 3.4 米，高 3.4 米，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格局设计，整体占地面积38平方。作为微缩第六代高端产品， V9 首次应用了双曲弧面的溜背造型，顶部的两边有四个吊耳，可整体吊装随意移动。底部加设设备层，可以将空调主机、蓄水箱、蓄电池、黑水箱等整合在底部，更加的节约空间。舱体外壳采用3003氟碳烤漆铝板，铝材的厚度达到2.5至3毫米，不会生锈腐蚀。主体采用热镀锌钢的结构，设计使用年限可达50年。全屋所有的门窗均采用断桥铝型材窗，极大的提升了保温性能。进门首先是智能的控制面板，左侧有一个玄关鞋柜，上方可以置物，美观又实用。室内自带精装修，在出厂之前全部都会完成好。这里是厨房的区域，配置的橱柜加餐厨岛台的功能，2.3米长的超长橱柜与抽油烟机的融合，以及岛台餐桌一体化设计，充分满足了海内外客户对高品质餐厨的需求。平时在这里用餐、工作、休闲都没问题。另外还预留了冰箱、洗碗机等各类厨房电器的空间，满足日常生活需求。客厅的区域放得下一张2.4米长的多功能贵妃沙发，全屋配有中央空调，墙体内填充聚氨酯保温隔热材料，加装地暖可以使用到-30度。干湿分离的卫生间空间非常宽敞，里面安装了玻璃淋浴房，上方还有通风的排气扇，加大面宽的洗手台，下面可以放置洗衣机和热水器。所有的五金卫浴，包括洗手盆、智能美妆镜以及电热毛巾架等，都是出厂的标配。V9 的豪华卧室里配备了最新的床头系统、集成氛围灯、床头软包靠背、床头柜、双侧阅读灯、智能控制面板以及开关插座。全尺寸的衣柜巧妙地融入了一个嵌入式的梳妆台。L 型的大面宽落地窗采用双层中空镂衣玻璃，中空层达到18毫米，中间填充氩气。保温隔热的同时，隔音效果也非常的好，并且全都配有保护你隐私的电动窗帘。 V9 在设计之初就定位海内外国家的高端市场，可满足用户对各种生活家电集成的需求，亦可兼容各国建筑法规对材料、结构、水电系统提出的严苛标准。